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像现在时候养鸡的养鸭子的或者养鹅的禽流感一下子几千只几万只一下子杀光那老板不赔钱吗在这个时候那个的说法说别干这一行了这可能信得进去改改业令他生厌离人是恐怖离住那房这时候再给他说声闻说十二缘觉说这苦集灭道四圣说十二因缘他能信得进去得有缘我给他宣独觉相应法我说声闻相应法或者他是大乘根基喜欢大乘法要行菩萨道那就给他学大乘法 学菩萨法不要一来就讲六度万行菩萨法方便法门多了现在发大菩提心现在断五欲但是呢玄说无上乘中的浅进之法说发大菩提心你不直接给他说要行菩萨道什么的这他可能接受不了你劝他帮助别人多做善事不为自己这进于大乘法现在人都很乐于布施有的时候乐布施啊舍给别人自己将来能得好处现在很多人信得去那各个慈善机关呢各个慈善团体啊那很多人愿投入这也是大乘法不要跟他直接讲布施啊讲六波罗蜜啊不要那个讲说你做点好事吧做点善事吧这个他能亲得进去啊就是浅进的度众生的方法非常的广也非常的多佛告诉我们的因机说法随缘度人随着因缘度别人帮助别人同时给他说佛教做的哪些事儿你不要做你得好报了那就叫什么呢叫持戒你不一定给人开很多条件这佛不叫我们不做的不要做佛叫我们做的我们去做你可用你智慧善巧给他讲什么是上乘的无漏圣道你要劝他说学习有智慧得考大学考得上那他高兴了你说那学般若给他念念般若去他魂都摸不到你说些啥呀你用他耐耗给他讲把佛法与人间的语言与人间的因果现在病苦人很多很多特别你看电视啊看报纸啊现在的流感很厉害一病几千几千的医院全满了叫流感感冒流感
就是你跟他讲说又有病啊，就是苦恼的很。嗯，怎能没病呢？说念念佛吧，他都信了。等他没有苦难的时候，你跟他说他正快乐的不得了，你给他讲他听不进去，你到医院里讲他听得进去，你到娱乐场所讲他听不进去。所以就对机说法，要是有情乐布施的给他讲布施，有人找想找清净，找清净找自在，修静虑的啊，你看他的静静生活，多思维多观察啊，想想这些事儿，世界上事儿有很多你不理解的，为什么他做同样的生意他就发财，你做你就发不了财。这把那个佛教的经典的教育变成通俗的世间语言，这世间同事啊，这四奢嘛，布施啊、持戒、忍辱、禅定、智慧，你来这个奢受他，他容易接受。真正的喜欢的到我们寺庙里来问的，这你给他说说圣道法，说无漏法，说六波罗蜜啊，他容易接受的。这就是说法菩萨是对机，是这样的对机。特别是杀道阎王众的众生，杀道阎王众生的时候啊，你给他说让他六根清净，六根清净他容易接受的啊。说正在这害病，病苦得很厉害，病是什么呢？怎么来的病啊？给他这时候把佛道给他讲，讲生死，让他生厌离心，是总之的菩萨一切的三遍三巧，这叫菩萨方便三巧啊。等他在苦的果报上他恐怖了，跟他让他说厌离心，你别造那了离开那法，这时候给他讲声闻那法、缘觉法跟正法相应的给他说，这叫三巧方便。愿意修定的给他说寂静法，所以说在无漏圣道令他修智慧，想证得无漏智慧啊，想证得圣道没有智慧是不行的。智慧呢就能辨别是非，什么是正什么是邪。那菩萨的对于众生看因缘，才种种的三巧方便，令众生没有执着，总而言之是离开执着，这都叫三巧方便。三巧方便啊，是行菩萨道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咱们前头讲了，菩萨是专门为利人家的，没给自己打算。那咱们得发心呢，第一个发问任何事儿都不给自己打算，想的都是别人，从没有想到自己。我这个思想啊，这叫大假走。内披袍服，外穿铠甲，头戴头盔，防备，防备什么呢？没有我见，
从来不想到自己，我任何事，如果我每位道友说我持戒不犯戒，而持戒是为了自己啊，不是。如果你假你思想灌输为什么我要持戒，不伤害众生，持戒不伤害众生啊，持戒清净，心无杂念，这真正的戒。这什么戒呢？这心戒，心一动念犯戒了，就是心无二念。这都是菩萨出世的三小方便。佛说善男子要菩萨摩诃萨成就入世的三小方便大甲肘轮，成就什么呢？三小方便，三小方便就发什么心呢？咱不是经常讲发心吗？这叫发大菩提心。幻境讲开始一闻着佛法他就发大菩提心，跟一般发心不同。一般的发心要了生死，要断苦恼，能被苦逼迫的，我发心离苦得乐。菩萨不是，他被苦逼迫的时候，他想到一切众生都不可被这个苦恼逼迫的，被什么五欲，就都被财产名利睡把他压得很苦恼。菩萨自己一发菩提心，顿断五欲，他自己断五欲了，他想到一些众生都应该发菩提心，顿断五欲，这才叫真正发菩提心呢。我们很多道友们互相谈起来说我发了菩提心了，我笑一笑，笑笑而已。可以啊，可以这样说，我发了菩提心了。什么叫菩提心？你怎么发的？发完了效果如何？得讲效果呀。菩萨摩诃萨他一开始发心，他要利益众生啊，怎么利益呢？让众生断五欲。他从开始发心的时候，他能些五欲都能顿断。如果我们每位道友，如果你自己因为我发了菩提心了，我对于财散名之岁一点不沾边，顿断了，这真正的发菩提心。不但有这么多三小方便，还能实现成佛呀。咱们讲华严经讲了，发了菩提心，住在菩提心上，处诸位的菩萨，他一切五欲都断了，那也叫一切众生顿顿五欲。就这一发心，超胜声闻独觉了。超胜了，还能给声闻独觉做大福田。因为咱们这讲都是福田品，菩萨行菩萨道是种大福田的。因此呢，一切声闻独觉都应供养成寺，
这位菩萨一发了菩提心，五欲顿断，顿断了之后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又学习三条方便。三条方便是给众生的方便，不是给菩萨自己方便。咱们一般的说，众生烦恼了求菩萨，实际上呢是菩萨到众生当中求度众生。没有一些众生没有佛道可成，一切众生是根本。因此这菩萨摩诃萨能给你声闻二乘人做大福田，能够引导他们发真正的菩提心，二十四尊与从宣此意。佛把上边这种道理呀，用简单的诉讼的语言，简单一个偈颂就把它说清楚了。说修会有二，世间除世间，取作名世间，无取作除世。很简单，也很容易好修，容易观想。说我也想修智慧，修智慧有两种，一种是世间智慧，一种除间除世间智慧。那什么叫世间智慧啊？什么叫除世间智慧啊？要有取有执着，就叫世间；没有取没有着，除世间菩萨只取，那叫世间。无作无取出世间了。那怎么修善巧方便呢？修善巧方便也有二种差别。如果修善巧方便有众生可度，我是能度众生的，这叫有德，有取有所得，这叫世间。无所得出世间，菩萨做众生没有执着，没有取舍，也没有个能度的菩萨，也没有所度的众生，这就叫出世间。如果你还有个我，我是能度者，众生是我所度的，这个你落到世间法，不是出世间。说菩萨行善巧方便，行善巧方便不是随便乱来的，自己放松五欲，随五欲境界，完了还说自己是大菩萨，那就辨别一下吧，辨别一下吧。什么叫世间相？什么叫出世间相？有取有得，有执着，有我相，有人相，这全是世间法，不是菩萨，假的，假菩萨，这辨别假菩萨真菩萨。到了无取无得，一切无着，那就是出世间相。有取着就是世间相，没有取着，一切无执无着，出世间相。这是真正的善巧方便呢。说善巧方便，一个是世间的，一个是出世间的。
所以两种意，这个很简单，佛说的很明了，说有智慧怎么表达，说对世界上执着没有智慧，说除了世间了什么都不执着，真正的无挂无碍解脱自在，那才叫出世间，无取着出世间，有取着就是世间。说什么叫居住三角方便了，完全无着，无取无着，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就在空地方便，在真空觉相里头，一切的三角方便，一切三角方便都是真空觉相的，这才是大菩萨。佛告诉我们怎样辨别他是大菩萨，怎样辨别他不是菩萨，有取有得有着有执着，都是世间相，不是出世间相。佛说法是三角方便的，佛告诉我们有为说一成，是名哪说法，单说一乘法，这叫哪说法，没有三角方便，他自己没成熟，也不能度他人。换句话说，不是那个根基的人，你给他说那一种法不对机了，法不对机了，你不但没成就他，你反倒把他害了。什么原因呢？现在有很多呀，我是学大乘的，我一切不执着，一切不执着和贪着五欲财色名食睡一样也没离开，那什么大乘啊，那是哪说，自己没成熟，怎么能度他人？就是说，你自己财色名食睡都度，都是具足的，那是你叫别人断财色名食睡，办不到，怎么弄？就这个含义，说你自己没度，又怎么能度他呢？哪说法？那是把自己没成熟，自己没成熟，想让别人成熟，办不到，办不到，有这个含义。一向那众生，说这个众生很恶劣的，你给他说佛法，说小众生不可以，他连世间相还没脱离，他能进入三乘道吗？这叫愚痴，不是菩萨。简单说吧，他连善根还没种，光作恶，这类众生啊，你就劝他不要作恶，多种善根，不要给他说什么四圣谛啊、十二因缘啊、六度啊，这些法都不要给他说，他进入不了的。有开取三乘，说他可以取上小乘、中乘、大乘。他有一个好要的心，求心，要想求佛的正法，那给他说三乘法，不要给他说四见相，不要给他说生死法，就是反过来说，是求三乘的，不要说四见法给他说，就给他说三乘法，
说不是三乘根基的，你给他只能说四间房，不能给他说三乘房。说这两个就是这个含义。所以第四位，随根欲教化，使三教方便，自则说成语。佛说是真正说法者，有智慧的，他应当入理的思维，专一思维。所以思维呢，就是化导众生的时候，他应当考虑随众生的善根深浅，随他耐遇好坏，说法教化他，不能错乱。不是三乘根基的人，不能给他说除四间法，给他说四间法。说是三乘的根基的人，给他说三乘法，不要给他说四间法，不要错乱，这叫善巧方便。有智慧者是这样化度众生的，众生虽有恶而堪入善乘，随根器教导令解脱诸厄。说这个众生有恶业还在作恶，但是他有善根，可以入小众大乘。那要随他的根基，他虽然有恶，他能够遁入三乘。咱举个例子说啊，大家都知道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大菩萨了，我们这《华严经》就是龙树菩萨都铁打开的。但是瑞秋发心并没有发大心，他是贪着五欲，他跟那个朋友说四件事啊，随什么事最快乐最好。朋友俩人商量，那五欲境界男女关系最好。他俩学外道法门，隐形术吧，像是到皇宫里头去，到国王宫里去，行淫欲快乐。后来这国王发现呢，宫里都怀孕了，找这善相思相，善相思说有恶人到宫中里头去。那皇帝说怎么办呢？这个善人叫他啊，如那个武士啊，带这个刀啊，向空中砍，空地砍，那他朋友呢就被杀死了，龙树菩萨的朋友就被那些个刀就砍死了。龙树菩萨很聪明，他就站到国王的身旁边，那砍刀拿刀砍人，空中砍人，不敢到国王那儿去砍呢。他逃脱了，没被杀。逃脱了，开了悟了。那悟什么？说五欲境界啊，是杀身的，不是好事，那不是快乐。断五欲，他一发菩提心，顿断五欲。真是种恶呀，他有恶呀。有那，但等他顿顿无欲啊，说堪入三乘法，我学到了。但是呢，佛说的话就是告诉你，佛所教导的法是圆融的，你不要去执着。哪类众生应以合法得度者，就给他说什么法，说可以入三乘法。不能根据他现在有恶
就不给他说三正法，这是错误的。虽然他是很行善的，是个老好人，是个善人，一般成的的，但是入佛法没善根，不能进入的。还是给他讲善的因果吧，就是说法不错乱，就是看众生的内在，观察众生过去的善根，他过去的善根成熟了，现在的虽然有讷，这个讷呀，他会顿断的。这又是一种啊，福是善男子，菩萨摩诃萨，福有大慈大脚走轮。要菩萨摩诃萨成就此轮，重出发心，一切五欲皆能除断，超胜些声闻独觉，普为一切声闻独觉做大福田，一切声闻独觉皆因供养诚实守护。大慈大悲啊，不嗔不害不恼害众生，有这种善根的大菩萨，这一类的众生啊，他无量劫来所种的善根成熟了，他一发心，他五欲就能顿断，那证明他善根成熟的，他超过了二乘人。他能给二乘做大福田，能够度二乘人转化大乘人，这类众生呢是少的，是很少的有时候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大凡胜小胜，说大心的凡夫超过二乘的圣人。什么原因呢？他虽然是凡夫，他过去的善根呢深厚，他种的是大乘根器，他一闻大乘法，他一切都能放下。这类人，这类三个人，就像我们中国有禅宗啊，禅宗，他一人佛法，他顿超直入，立证菩提，都是禅禅的，他直接是能观察自己的，植入自己本性，本性，顿招植入，立正菩提，这在中国呀，在这个国度当中，很有这一类人，这类大菩萨，这他不要经过三乘，不要经过三乘，他一闻的佛法，他要立正。他把五欲境界全放下了，卸脱了。那这类根基呢是不同的，是不同的。那这类根基人，云何叫大慈大脚走轮？善男子说大慈，说慈有二种，哪两种慈呢？一个叫法缘慈。一叫有情缘慈，所谓大慈者法缘慈，法缘慈，说跟前面讲的是一样的啊，都有两种，一个是观众生界有情苦难，生起慈悲心来。这是一种慈悲，观一切法皆空，一切法无相，一切法无愿，一切法无作，这种法缘慈，
法原则，原先诸法性空，达到原心法，这要法说，要法来说，这是大慈，大慈，大慈。原众生的痛苦，原先有情的现象，这种词不是大词。这要人来说呢，但是这是标个名词而已，以下就是解释。所以这和什么原因？什么叫有情原词？什么叫法原词？有情原词呢，是三乘共法，与声闻缘觉共的。那声闻缘觉，他为自己得利乐，了生死，不是为了众生勤修。那为了众生，利益众生，勤修。修习有情原词，缘一切众生而生起慈悲心，声闻缘觉没有自己寂静，自己证得涅槃，想灭自己的烦恼障，灭自己的结识，结识，那呢？不是为了有情修行的有情原则，说这个呀不叫大慈，非大家走，不是那匹铠甲外道宝物没穿上盔甲的。为什么要这样说？就是什么原因？就是意思，小爷，那个有情原词跟声闻跟缘觉跟他们相等的，等等的，说缘一些众生生起慈悲心来，乃至于看自己所受的苦难，缘念自己为什么有这么苦难，想脱离，想离苦，想得乐。这样子呢，就是为了自己的，都叫不是大慈了，不是大慈了，也是慈悲，也是慈悲。但是这个慈悲是度自己，不是对一切众生的。因为什么？因为声闻缘觉不把众生的苦，不叫大慈。菩萨他是把众生的苦，单为众生得幸福，不为自己求难乐，所以叫大慈。这个大慈呢，就叫法缘慈。法缘慈是缘一切众生，缘一切法，性空，跟众生同一体性。菩萨他一修，就修的法，缘法而生的慈悲心。观一切众生等于我自己，同一法身，缘法而生起的。菩萨的修行是利益众生，利益有情，他修行的慈悲是法缘慈，缘法让一切众生都能得难乐，都能离苦难，灭三空，断六界，能让一众生灭三空，断六界，能有这样修行的，就叫法缘慈，所以叫大慈。这个大慈不跟二乘人共的，跟二乘人不共的，只有菩萨所修行的。不为自己求难乐，但愿众生得幸福，这都叫大慈。
只为自己求寂静，不管众生的痛苦。嗯，所以那个不是法源慈，不是大慈。嗯，说菩萨修法源慈，他不依是五蕴，不依是散受想行识，也不依住处十二处，嗯，六根六识啊，不依是住戒十八戒，六根六尘六识，不依思念，不依七觉之八正道，不依欲界，不依是色界，不依无色界，就是不依三界啊，也不依此事，不依他事，不依此难，不依彼难，无此无彼，没有此难，没有彼啊，无得无依，不依不得，这是修菩萨法源慈。这是声闻跟独觉所不能得到的，啊，这是唯有菩萨的法缘大慈。因为欲界、色界、无色界属于生死的，这都有生死轮回的，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三世的。菩萨呢，法缘慈看着三世平等，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没有欲界、色界、无色界，一切皆空，发的大心，发的大心，一切法不立，这叫灭一切法，灭一切法，立一切法，空一切法，而入一切法，就是非空非有，见如来。这叫大法缘慈。因为我们现在有执着，二乘任何执着法，人我空了，法我还有，但是法缘慈，人法皆空，皆空。说法缘慈这个义理啊，下头还有解释。善男子，要不是摩诃萨成此大慈大假走轮，这法缘慈是什么样子啊？是解释的。什么叫法缘慈？说那些大菩萨成就了大慈大假走轮，成就大慈了，他从他一发心，五欲顿断，财色名食睡，发了菩提心顿断，不是间断。生二生是间断的，它不能顿断。间断的呢，断的不彻底，只能断一半，只能了分断生死，不能了变异生死。菩萨不同，我顿断五欲，分断生死，变生一起了，同时了的。说普为一切圣王圆觉，说大福田，一切圣王圆觉呢，对这个大菩萨呢都应供养守护。嗯，那佛又把这个缩短了两个颂，二十四颂呢，把这个道理再想一次一下子。从前此意，圣王及圆觉，修有情缘子。声闻缘觉修的慈悲，是有情的慈悲。心带十三过，说他那菩提心呢，发那个心呢，有十三种过患。为求自利乐，寡求自己得快乐。菩萨大明成。普为助有情，修不共大慈，心离十三过，是吧？二乘人跟菩萨，他们的差别，一个有十三过，一个没十三过，
什么叫十三呢？七见六则，七种看问题的看法，见不同，还有六种执着，六种执着，差别就在七见六则。这是华严经上讲的七见六则。今天讲到这里吧。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兴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寂，享受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4处园区，新北有1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10处，高平地区6处，金门设有1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企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猴王与皮猴。在大喜山下的猴群里，有一只猴子，它异常调皮，经常抢夺其他猴子的食物，因此大家都叫它为皮猴。妈妈，我要吃桃子，我要吃桃子。好的，不要着急，我去取桃毛就给你吃。哦，咦，这个桃子是我的了。啊，皮猴，你这个强盗，还我桃子！这个桃子是要给我孩子吃的，快还给我！这么美味的桃子，我怎么可能还给你啊？哈哈，这桃子真的好甜呐！桃子，我要桃子！哎，这只皮猴真是太不像话，我被它抢过好几次了。是啊，他仗着自己身体强壮，整天肆无忌惮地抢夺我们的食物，这样的家伙应该赶出猴群才对。可不是嘛，他已经成了猴群中最不受欢迎的猴子了，大家都像躲瘟疫似的躲着他，视他为族群中的败类，
我们一起去找猴王，让猴王把他赶出我们的猴群吧。对，我们一起去求猴王，让猴王将他赶出去。大王，皮猴闹得我们整个猴群鸡犬不宁，这样的家伙应该将他赶走才对。是啊，大王，皮猴他烈性难改，我们不能再留他在我们这里了。这个皮猴的所作所为的确太不像话了，像这样的家伙就应该将他赶出去，以示惩戒。唉，其实这只皮猴的身世非常可怜，他刚刚断奶的时候，他的母亲便被一只老鹰给叼走了，失去了母亲的照顾和庇护，他成了孤儿，日子过得苦涩凄凉。到了冬天，食物变得短缺，他的日子就过得更加辛苦了，常常饿得头晕眼花，于是便动手从与他年龄相仿或比他年龄小的猴子手中抢东西来吃，以填饱肚子。哎呀，爸爸，皮猴他抢我的苹果。你这个家伙，快把苹果还给我儿子。快跑！你这个可恶的家伙。年少皮猴的强盗举动自然会受到成年猴子的教训，他常常被打得伤痕累累。你给我记住了，如果你再敢抢我孩子的东西吃，我见你一次打一次。只要你打不死我，我就会抢他东西吃的。啊，他这是疯了吗？皮猴的童年虽然悲惨，但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或许是靠抢夺偷窃更多食物，或许是为躲避追打，在奔逃中锻炼了筋骨，他竟然长得壮壮实实，练就了打架斗殴的好身手。真没想到皮猴的身世竟然这么悲惨，哎，他生存下来的确也不容易啊。话虽这样说没错，那他也不能像强盗一样整天抢我们的食物吧。等我见到他后一定训斥他一顿，你们也多多体谅他吧，他从小就命苦，要是再被我们驱逐出去，那就更可怜了。嗯，猴王真是太护着皮猴了，我真的都看不下去了。不过皮猴的身世真是可怜呐，如果他能痛改前非的话，我倒是愿意帮助他的。他怎么可能改变呢？他就是我们猴群里的祸害。的确，皮猴无法改变自己的品性，他依旧在猴群里抢夺着其他猴子的食物。哎呀，小王子，你这是从哪里找来的枇杷？这是我妈妈给我的，这枇杷好甜啊，老爷爷你尝一尝，很好吃的。这是王后给你的食物，我哪能吃啊。小王子，你要小心皮猴哦，他最喜欢吃枇杷了，可别让他给抢走的。哼，我就不信皮猴还敢抢我的食物。小王子，你还是小心一点的好。哎呀，是枇杷，太棒了，好久没吃到枇杷了。哎，皮猴，你竟然敢抢我的枇杷！快给我松手，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你快把枇杷还给我，这原本就不是你的。休想！哎呀，破功了！救命啊！救命啊！不好，我的孩子遇到危险了，你们快跟我去救他吧。当猴王后看到自己的孩子被皮猴抓伤后，异常愤怒。他立刻命令那两只公猴将皮猴围住。你这个家伙竟然敢抓伤我的孩子，你们快给我收拾他。快住手，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皮猴抓伤了我们的孩子。哼，都是你，平时总护着他，现在可好，他竟然欺负到我们孩子身上了。再这样纵容他的话，总有一天他会欺负到我们身上。哼，皮猴，你真是太不像话了，今天真的要好好的教训你一下的。坏了，猴王也生气了，
我今天可是闯了大祸，冒犯了猴王的孩子，那就是冒犯猴王，这可是严重的犯上作乱，轻则被驱逐出猴群，重则被当场打死，今天真是犯了大错了。平时大王那么照顾你，你却做出这种事情来，真是忘恩负义。没错，像你这样忘恩负义的家伙就应该被处死。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算了，就再饶他一次吧。大王，他都把我们的孩子让成这个样子了，你怎么还饶他？是啊，大王，他实在太可恶了，猴群没有不讨厌他的，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轻饶了他。没错，绝不能再轻饶他了。就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吧，他其实也挺可怜的。皮猴，你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下次再作恶，我绝不会再饶恕你。猴王，我知道了，下次我一定会改进的，不会再作恶了。猴王，谢谢您的原谅。就在这个时候，一大群从大仙山来的猴群，在他们猴王的带领下，顺着茂密的树林冲杀了过来。大王，不好了，不好了，大仙山的猴群来攻击我们了。啊，这些可恶的家伙又来抢夺我们的地盘了，赶快召集大家做好战斗准备。大家快来啊，快来啊，有敌人入侵我们的领域了。你赶快去把山林那边的猴群叫来帮忙，我先抵挡一阵子。他们的数量好多啊，你一定要小心。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这群大仙山猴群的数量比大喜山多出了三分之一，并且他们又是有备而来，所以大喜山的猴群很快便被打得落花流水，好多猴子身上都挂彩了。啊，好痛啊！你今天最好带着你们这些猴子滚出这片森林，否则我就将你们撕成碎片。哼，不可能的，你不是我们的对手，赶快投降吧。想让我们投降？休想！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一会儿我的猴群赶来，就有你们好看。你等不到他们来了。哎呀，好痛啊！只要你死掉，这片树林就是我的了。哎，哎呀，哎呀，哎呀，好痛啊！痛死我了！快把这个家伙拉走！皮猴，小心呐！要想过去的话，就先过我这关。大仙山的猴子死死地咬着皮猴，想将它从猴王身上扯下来。如果换成另外一只猴子的话，早就痛得松开嘴逃走了。但皮猴从小因抢食而经常遭毒打，抗疼痛的能力特别强，这次又抱着必死的决心，因此一直不松口。哎呀，哎呀，好痛啊！大王撤退了，快撤啊！大王，你没事吧？哎呀，你伤得好重啊！我没事，多亏了皮猴，如果没有他，我今天可就死定了。皮猴，你怎么样了？没事吧？大王，没事的，这点伤没关系的。今天真的要谢谢你。是你救了我，救了我们的族群。过去我做了不少坏事，今天就算是我将功补过吧。大王，我并不是一只忘恩负义的猴子。是的，是的，你是最棒的。